三月闪电宣布和20年前旧爱具俊晔闪婚，夫妻俩近日登上时尚杂志十月封面，一连串合照曝光后直接舔翻大批粉丝。照片中可以看到大 S 漂亮的鹅蛋脸和尖下巴，搭配浪漫黑色长发，身材更是瘦到出道时状态，但却被网友怀疑美照是否经过后置才能有这样的完美状态。不过现场工作人员却晒出幕后合照，照片中小两口身穿白衬衫牛仔裤和工作人员合照，依偎在老公肩膀，无修图状态依旧是娇小瓜子脸。工作人员也忍不住发文赞叹，站在老公旁边的大 S 少女感太强了，就像20多岁的姑娘，植物好的感情果然滋养人。大 S 又回到和汪小菲结婚前稚嫩青春的模样啦。